起床了，嘿嘿嘿，起床了，听到没？快起床，听到没？喊你起床了，嘿，你到底起床不起床？你真不起来？真不起来的话，好了好了，快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做好吃的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已经给你做好早餐了，小笼包，吃不吃？肉包，还有蛋黄包，吃吗？啊，你不吃包子啊？烧麦吃不吃？还有花卷儿，也不吃啊？油条，吃吗？豆浆吃不吃啊？玉米、鸡蛋、茶叶蛋。水煮蛋。哎呀，那你不想吃这些，想吃什么？想吃蛋糕、面包，还有烤面包片。啊，我都饿了，我说的。牛奶喝不喝？燕麦牛奶，还有酸奶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些你都不吃啊？吃饺子吧，还有蒸饺、煎饺、拉面。拌面、凉面、热干面、鸡蛋面、牛肉面。哎呀，那你到底想吃什么面啊？麻辣小面，还有炒面、炒乌冬面。哎，好吧，你都不想吃啊，那就吃炒粉吧。还有咖喱炒饭、蛋炒饭、蛋炒饭、寿司。总有你爱吃的吧？还不想吃啊？那吃卷饼吧，馄饨、手抓饼、鸡蛋灌饼、山东煎饼吃不吃啊？还有杂粮饼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起来喝点粥吧。好啦，快喝点粥。红豆粥、绿豆粥。还有黑米粥，小米粥喝不喝啊？白米粥、南瓜粥，还有皮蛋瘦肉粥、杂粮粥。说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到底起不起啊？好了，乖，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，乖，起不起啊？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，那我可就亲你了。起不起啊？好了，亲一下，赶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，起不起啊？不起，我在你耳边吹气了，这边，好了，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，乖，乖起来了，再不起来，我可要和你一起睡了。